未成名的摇滚乐队习惯上叫自己做地下乐队，显示他们的价值还未受主流社会认同。屋苑那些露天剧场，如果下面是做大戏啊，或者农夫舞狮那些，就通常都接不到投诉。但如果你在下面玩 band， 就 rehearsal 的时候已经开始受到投诉。就呢单 case 睇到啦，基本上啲人唔系因为个音量而投诉咯，系你嗰个活动嗰个内容而投诉你。唔会俾人投诉嘅地方咧，就系嗰啲即系闩埋晒一个场馆，咁、就冇人嚟嚟。Indoor 就局限咗咯，即系譬如我哋话想做嗰个社会共融啊，或者系想俾更多人认识呢啲嘢嘅时候咧，咁我哋 Indoor 就完全系做唔到，反映咗嗰个社会嗰个认受性仲系唔够咯。亦都多謝你，我哋咁開心有 show 玩嘅新年裏邊，但係你祝福你哋 band。呢隊樂隊五個成員裡面有三個係基督徒。隊長光威表明，夾 band 係為咗傳播宗教信息，抗衡 K 歌文化。Is love or drugs? Is that what I learned from this wicked world? Everyone seems like this is the style. Get a lie to feel any joy. Is that what I learned from this wicked world?夾 band 想唱啲正面啲嘅歌，因為好似好多歌都唔正面咁樣。十幾歲嘅小朋友，即係我哋睇係小朋友啦，即係佢哋其實佢哋腦裏邊咧有啲咩歌詞咧？佢哋嘅生活咧就係點樣嘅？即係點解淨係個焦點喺個愛情度咧？點解呢個世界係啲咁嘅歌去影響啲後生仔，令到呢個世界越嚟越？啊！即系颠倒晒咧，所有嘢。即系有好多嘢系唔啱嘅咯，即系需要揾翻啲啱嘅嘢咯。喂，爸爸，光威队乐队成立唔够两年，已经赢过几次比赛。佢哋因为想多啲人认识，增加影响力，所以有机会就出 show。酒吧、商场来者不拒，年纪里面演出过百场，成绩算相当不错的了。不过在香港地下乐队出 show， 很多时都没有酬劳，出多一场反而要自己倒贴多一次车钱。虽然是这样，他们仍然很珍惜每次演出机会，希望摇滚音乐这种西方文化会有更多香港人接受。哇，嘈冤巴闭有什么好听啊？又不可以说逼人哋一定要听的。都是。但是其实我哋只是 在自己有限的 boundary 做紧啲我哋最有能力做到嘅嘢啫。即我就有限 boundary 做到最好啦。但是就都唔想一啲唔中意呢啲嘅人喺度踩我哋或者反对我哋咯。点解？即係啲 K 歌咁流行，因為佢哋成日都有廣告嘛，譬如電台又會播啊，咁即係但係我哋唔會有噶嘛，即係我哋冇咁多人去俾廣告我哋去出啊，去俾人知道即係有我哋嘅存在。普通市民咧，即係可能受主流文化影響實在太過大，咁一啲次文化佢哋可能根本都唔知道或者唔會理會，咁我哋只係想做多啲機會俾人哋睇得到或者聽得到。
寫一個人去咗精神病院度，係啲人覺得我黐咗線，其實我係冇黐線，即係，但係只不過係有好多問題係你哋唔會諗，我會諗嘅。New metal 就係比較慢咯，中意帶出嗰個絕望同埋無奈嘅感覺。每一個人都會有負面情緒㗎嘛，係咪？有啲情況下你係會諗唔到嘢，諗唔通，或者可能冇原因自己好 down 咁樣啦，係咪？咁對於我嚟講，做啲音樂咧，可以將我嗰啲負面情緒咧就寫咗喺歌度，咁就可以抹咗啦。Vincent 正職係電腦網頁設計，阿華係冷氣工程師 ，Tommy 教吉他。三个人来自三对极端金属乐队，他们不甘心自己热爱的音乐一直受到社会忽视，决定组织起来推广这种非主流音乐。无论由筹备开始，至到跟乐队的沟通都可以很紧密。那天很多朋友是很热心来帮手，结果是可以做到一场我们很理想，又在有限成本之下，又無論燈光啊、音響都幾令我哋高興咯。大家一齊做，結果係真係比即係單一個去做嘅好。既然而家都仲有心有力，咁咪做咯。即係做到我哋真係冇辦法啦。咁就冇辦法啦。我哋都叫盡咗力。係一個好長遠嘅問題，即係到幾時一啲媒體啊或者政府啊先會再選擇翻佢中唔中意支持 Band 三咧？呢啲文化究竟會到幾時會消失咯？有朝一日到消失嗰日，咁先做係咪遲一啲咧？係啊。Rich 工作之餘，仲讀緊教育碩士課程，但係佢話無論自己幾攰，每日都會去更新樂隊嘅網址。我哋想即係日日人哋翻嚟睇我哋網站啊嘛，即係 keep 住喺度。如果我哋自己都唔宣傳，我哋點會 expect 人哋知？第一點知人哋識我哋，識唔識我哋？第二點會有點樣慢慢建立多啲人知道？咁呢個透過互聯網穿針引線 ，Rich the Band 舊年被邀請去過東南亞、台灣同埋歐洲演出。佢好感慨，自己嘅音樂喺自己嘅地方，反而從未得過重視。去泰國出去1000幾人，我哋一上台化曬癲咯。去到外國的台上面，有人就哇耶、yeah, 正啊！去到香港冇人咁做，勁灰。我哋唔會即係唔會令到，即係我哋唔會放棄香港啊嘛。要化悲憤為力量。Rich 出版免費音樂雜誌，嚟介紹推廣本地地下音樂。总结翻自己过往出碟嘅困难 ，Rich the Band 打破闷局，最近集合咗一班志同道合嘅地下乐队自资出碟，减轻成本之余，喺宣传方面仲可以互相支援。由头啲嘢再重新做过，可能做好啲咯。即系我哋以前有个 experience 喺度，我哋储埋，知道啲嘢应该点做，唔会走好多冤枉路啊嘛。就希望我哋可能個結果，我哋呢個時代可能見唔到嘅，可能下一代嘅 generation 嘅 bands 會見到個即係我哋咁辛苦嘅嘢咯，個結果佢哋先見到。我未睇到個結果，我想自己親身睇一睇個結果係點樣。既然我唔係一開頭呢笪地方會保障我嘅話，我去爭取翻嚟。我身邊嘅人會唔會咧？我哋成班夾 band 嘅人會唔會咧？我想去睇一睇，用我自己嘅時間。做的什么都没有，都放弃了，要一切都跟着
我想告诉你知道，我哋香港地下 level 有很多人很努力做紧嘢出嚟，想改变佢自己嘅 life， 改变自己嘅命运。